来了！我刚刚说那只几百大只的狼来了！我要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！差点被它咬到！我来吧，我也慢。Hello， 各位帅哥美女，欢迎回到老妖的频道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就要来玩这个比较新的一款游戏，叫做《Ori and the Will of the Wisps》，应该是这样读吧。中文的翻译呢叫做圣灵之光。那这个第二代的版本呢，竟然发布四天以后就已经差不多有10000个好评啊，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试玩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有多么的神啊。我只能跟大家说，这个游戏的剧情、画面还有各种动作方面呢，都是非常非常顶级的一款 2D 游戏。那如果大家是喜欢看动画片的呢，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适合你看下去哦。记得，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，先帮老妖按个赞哦，么么哒。好 gay 啊，那个么么哒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动画的背景。哇，那个画面哦，跟那个音乐让我好像瞬间融入了那动画片的感觉。这只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角吧，一只小小的精灵。但是怎么从某个角度看哦，它好像死敌齐家臭梦梦的合体啊。归雁巢穴，这个是我要去回去哪里啊？回去我自己的洞穴吗？Hello。我有一个中年的秃头大叔啊，感觉他是，怎么长得这么丑的？这个什么生物来的？我们走过去看一下，他好像叫我走过去。我们会永远铭记那一日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。铭记那一日，我的少女的心情突然触发了，很想知道啊。一个新生命降临在你。森林，哇哦，这个怎么这么肥呀？这个肥肥妈，这个是我妈妈吗？肥肥妈跟秃头爸，生了一只猫头鹰，不合理呀、可能是领养的吧，很可爱哦，这猫头鹰。我们称它为小黑呀、可是这只猫头鹰是蓝色的不？小黑，来，狗狗。狗狗妈妈，来，快点走过来！你呀、妈的不给我面子！好像我的秃头爸跟伯伯妈，他在制造一个家园给我们是吧？那还画了一个这么丑的画给我们，还是我自己画的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们从此睡在一起了。哦，秃头爸过来叫小黑过去了，他要叫他过去干嘛？可是为什么当他当上去的时候要哈？哎呦，好有那动画片的感觉啊！听说这个游戏啊是有一点点那个剧情悲伤的元素的，大家都会看到非常入神的。但是我还没玩过第一代，我就不知道他大概说什么。我们直接跳过第二代吧，哈哈。我们现在先去找一下小黑去了哪里吧。伯伯妈，伯伯妈什么戏？他指着上面，喂。小黑啊，小黑，他怎么感觉哦？小黑的翅膀好像有点受伤的感觉，有点残缺哦。你看，哎呀，看来是飞不起了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有一只伯伯妈。一只伯伯妈是一只什么生物来的？你不要告诉我，它是一只翅膀的猫头鹰啊！它的那个眼呐、小到好像给你鼻屎这样子。给小黑吃苹果、猫头鹰哪里是吃苹果的？阿姐，你有没有尝戏的？我们过来去看一下。哦，我们找到了虫虫给小黑吃。哇，听到了那个吃的声音，好 kimoji。哎呀，就这么快就来到了冬天了，还不够一天的时间。我们就转眼间到了冬天了，小黑好像长大了，那屁股也变得滑滑的，你敢给溜冰哎？哦，然后又来到了春夏秋冬，下一个是什么季节？春天呐、我在想什么？
是小黑。看来小黑要进行第二次飞行的测试了，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姑摸与纳鲁啊，姑摸应该是这个秃头爸爸，纳鲁是那个普普妈的那名字。小黑试着飞，试着飞，飞不起来。哎呀，可怜的小黑，感觉他好想，真的好想飞起来哎，可是那个翅膀无可奈何。这就是人生，有些事情我们就是有心无力。普普妈跟秃头爸好像很担心小黑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小黑怎么办吧。小黑他走去哪里了？不见了。小黑，小黑，哎，他走来这里了。小黑你还好吗？你不要难过了，哥哥看见你难过，哥哥也难过。哥哥长得这么矮，哥哥都没有讲话，你看你一米八，我一出生就一米五。哎，这好像不是一个安慰来了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继续看。我就这样跟小黑坐到了傍晚，小黑好像还是很忧伤啊。我们要想一想办法，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让小黑的那个翅膀给他恢复呢？感觉他真的很想飞起来。这神告诉我们啊，答案存在于过去，所以说我们要回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给帮一下小黑，让他可以重新飞行。哇，其实好说真的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很棒啊！它那些细节画面，你看一下，包括那萤火虫啊，那光线啊，好像一个艺术这样子，有没有觉得？喂，我怎么飞上去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喂，哎呀，对对对，一位母亲最后的礼物。看来小黑的妈妈好像有留了什么给小黑。我们进去这个洞洞看一下。哇！修冷功夫行啊！找一下，小黑的妈妈留了一个羽毛给他。可是，那只降肥的猫头鹰哪里来这个羽毛啊？过去帮小黑安上，我相信安上这个羽毛，小黑就可以飞了。小黑，我来了！喵，喵，喵，喵。哇，好可爱啊，这只小黑，来看一下狗狗准备了什么东西给你。哎，看不到是吧？哈，现在又看到了是吧？其实那个羽毛长这样大，收在背后有个鬼用啊！我们帮小黑按上去看一下，好像刚刚好，肛门的肛刚刚好。哎呦！就这样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。秃头爸睡到连头发都不见了，你看一下，来溜溜溜溜溜！哎，起来了吧，秃头爸？想不到吧，是我溜你的。拿了一个翅膀，秃头爸应该是可以帮小黑来修复他翅膀。哦，好像发现是新大陆这样子，我一早就说可以了吧？哇，真的？等一下。怎么你要拿一个胶带帮人家张翅膀啊，阿伯？你个老是不是中大便啊？这个吹一吹就掉了，傻逼哟、哦！乘着那个新翅膀共行啊！不啾不啾，可以吗？好像不能飞很高哎。天空现在近在我们眼前了，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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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不行啊，不是吧？哇！我飞起来了，各位，会飞的猫头鹰回来了。可是我的那个胶带不懂什么时候会掉哎，希望不要掉了。不要掉，不要掉啦！那鬼鬼妈还吃，还想吃东西，吃到那个回来还想吃。哇，很美呀、啊，那个画面。Oh my god！现在坐在小黑后面哦，这样子飞不懂要飞去哪里了。
哇，那天空让我感觉好像人生第一次看到云朵啊！哇，好舒服啊！我现在整个人好像带入了这只小白的身上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刚刚飞过了一座火焰山呢。感觉这个世界好科幻的感觉哦。哎，前面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这是天鹅吗？怎么它长着这样丑的？这是天鹅吗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什么东西来的这个？啊，我们就跟着它飞。哦。那发生什么事？惨了惨了，暴风雨来了，我的胶带不用顶不顶得住。小 A 应该要找个地方先降落一下吧。前面这个是变成了那种有黑暗的感觉，我感觉是大魔王住的地方了。我们快点要找个地方躲一下，不然肯定被雷劈了。小 A 着咯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小黑的羽毛没了 ！Oh my god， 胶带掉了！我都说了，这个秃头爸做什么用胶带来连哦，傻子哦！完了完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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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风暴造成了分离，旅程就此开始。可是我没有羽毛，怎么开始啊？我看到有一只黑色的跟我差不多样子的不，可是我应该比他帅很多哎。他是一种什么啊？臭狐是什么东西？会放臭屁的吧？我不懂为什么突然想到臭狐这个词语。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先吧。我们现在最终要先找回小黑啊，因为我跟小黑分离了。哎，这怎么来的？哦，这个是生命光球哎，我们只要找到一颗生命光球就可以立马恢复这个 Ori 的那个生命。Ori 这名读着哦，有点像 Oreo 哎，这样子，有点饿饿的感觉。精灵之光的容器啊，可以收集一些精灵之光去做一个生灵的交易，换取各种的物品。或者是升级你的那个技能吧，会不会遇到什么怪兽之类的？这个游戏好像是会的。这游戏的感觉，它的操作就有点像啊，那个小小噩梦跟 Limbo 的合体。哇！哎呀，什么飞机？那个树枝是纸做的，这么容易掉的？哎，这边封住了，不能过去。我们走过去这边看一下。哎呦，你看那个水，哇！我走进来以后，我感觉我人生好像第一次看到水的感觉哦，真美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走下来下面看一下吧。刚刚那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哎。哎，那边又有一个火堆了。哎呦，臭狐来了，臭狐来了，放臭屁了。我们要先拿一个火把看一下，怎么拿火把？哦。拿到一只火把了，现在这个火把可以帮我们吓走那些怪物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来的？一瓶洗镜子，这边好像会打人的洗。我就知道这瓶洗会打人。顶你！哦，别来了，不能打他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办？哦，我们可以用火把打他了，原来打他。哎，给你打我哪哈？想的没有啊，真的是。哇，这里好像大便哦。哇，好帅啊！你看一下，那个特效哦，完美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来的？是人来的吗？感觉到拿了一个背包啊，该不会是怪物来的吧 ？OK， 他叫做塔克。你在呱傻小啊？我没有想到要这样跟你说话，呱呱呱！你明显不是魔奇族啊，谁是魔奇族？突然，阿丹。OK，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们这一族啊，
我也许是一个水精灵来的吧。我正在躲避那个暴风雨，要是你还想再往前走呢，你必须要通过东边的那扇精灵之门。另外的话呢，你需要两个一样的攻心石才可以开门啊。前面的动线呢，刚好就有一个。这项工作呢，就交给我比较灵巧的森林来做。你的意下如何？他可以派人帮我去拿那个宝石，是吗？遗失的钥匙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他说有其中一块宝石在里面。哎呀，这怎么来啊？有个刺可以刺到我。我们现在可能要先去找那块宝石啊。看一下怎么下去走吧。哇，很多刺的这边。哎呦，来了一只臭狐王啊！喂，这是臭狐王能打的吗？这是，走过来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永远难打，这里还有个精灵之门啊，我们要那个宝石才可以开啊。可是没事，我们在这边跟他啪一个西门，喂，打死你，我不会死的，放心。完美。拿到他的身上的宝石啊，可以打开这扇精灵之门呢。哇，跳上蓝色的青苔那边是吧？这是青苔是什么？苔藓是怎么来的？我懂，信我那个名字。哦，可以爬上去的这个。我看到那个宝石了，我们要怎么才能过去那边呢？ OK， 我们先走这里看一下。这里的水应该从这边过来。哇，这条路还真的蛮漫长的。到了，拿到其中一个宝石。好，我们现在获得一个攻心石哦。现在要看一下哪里可以开门呢？我们现在再跟这个塔克哦讲话一下，看一下他知不知道有另外一个攻心石吧。给另外一个人让你找麻烦的东西，这个翻译是完全错的吧？我确实是只信守承诺的鸟吧 ？OK， 你只是只信守承诺的狗狗吧？现在呢，我可以继续漫游这个失落的奇景啦，哈！趁我们还没有失去更多之前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继续做，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。祝你好运。你是不是在讲废话，阿三？哇哦 ！OK， 塔克给了我们另外一块的攻心石哦。嘿。差点撞到，哎呀，我很害怕，撞到那头大便了，我洗澡都洗不干净啊，知道吧？差点被那个大便给感染了我。Guys， 你能看到这个背景吗？有一条超大的狼喂，什么回事啊？那个。OK， 我们现在一共有两块石头了，终于可以开门了。boy。我感觉哦，在这个游戏的越后面，应该会遇到越大只的那个怪物出来。这里还可以游泳的。我们那个水属性还是会扣我们的那个水耐力的，我就是不能在下面太久，不然会溺水。怎么这么搞笑的？水精灵还会怕溺水呢？谁比多利呀？这个是。来呀！我刚刚说那只级别大只的狼来了，哇！我要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，差点被他咬到！我来吧，喂，怎么会这么害怕的？我突然，我带了狼虎吧！我等你们，还想过来打我？打你个古古拜！不是，他没有古古拜的，有种你就给我打你几下先！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！打脸！着火了吧你的脸，这么多眼睛也没屁用啊你。其实哦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他好像害怕了，被我打下去了吧？想不到吧，我就是这么牛逼的。哎呀，刚刚差点死掉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血啊？你看到剩下半格而已啊，跟你开玩笑的 bro， 跟你开玩笑嘞。